大伙儿，那么我们就活动开始，这是沃土，向电影沃土的顺利开机表示衷心的祝贺。张鹏，只有在开动摄影机的那一刻，创作才开始。我们就做这样的电影，真到开始做这样的电影，他们知道回到哪里，回到这块，我做的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中的一种状态。他一定会记住这个电影。创作是不管是前期、中期、后期，在那一瞬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有的精力就集中在那个画面里。我没有一个物理的归属，好像更大的一个空间是我的一个归宿。一切都机缘，一切都是一个人的一个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那概念。不管这个世界变化如何，那团炉火一直在燃着，他守着那颗心。电影沃土，开机大吉！高一点都无所谓，不是就不近，近就完了呗，对吧？就这，就这个位置，不用。上面这边有个，我这个呢，我这边站点，我这边站点。啊，我这边站点啊，这个立俩牌子。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？田嘴头村的这个景呢，就告一段落。一般的都会请一些当地协助和帮助我们一些领导啊，或者当地的一些单位。那借着这个机会呢，就算是一个揭牌吧。像这样一个村，大不大，小不小的，但同时也是需要很复杂的手续，所以当地的这个政府这种支持是非常重要。没有这个的话，我们就做不成这事儿了。我们有的时候拍现实主义的，也变得好像会看天吃饭的。之前要确定开机日，你都不知道这天气会变成什么样。因为都知道一部电影，我们都祈祷它顺利啊，但是它总会有一些小小的，那么我们需要去面对。刚才我跟牛乐还说呢，就是我们拍《青红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而且贵州最有名的就是天无三日晴，哈，全是在阴雨天里面。做好了这样的准备，结果呢，确实在开机的甚至都有两个多礼拜，天天是大晴天。那我们也没有办法，转到室内去拍一些，拍的拍也没得拍了。那这大部分规划在外面，就等啊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们对这个甘肃的天还是有信心的嘛，因为它毕竟是干，它毕竟是那个雨少的一个省份。过个两三天，没准就好了，又恢复到那种西北的大蓝天上去了，所以我们内心祈祷也相信。感谢导演。其实今天呢，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大家聚在一块的这么一个仪式。经过了这个大半年的筹备，沃土回气马上就会正式的开机。拍电影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，就是说你们也看到了，真的大半年过去了，这次慢慢陆陆续续的见到它的模样，它的后面的景观，还有包括这个村落，都是我心目中希望能够表现的西部的我们的肥沃的土地吧，沃土这么一个基础，所以我们就定在这儿。所以我希望今天聚在一块儿，向你们展示一个我们半年多来工作的成果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的摄制组了，我们摄制组呢今天基本都来齐了。那么这块呢，坐在前面的吕东也向他介绍一下，我们的美术指导吕东。还有我们这个电影确实肯定会走向国际的，因为我们这个摄影就是个国际人，这个我们的摄影师 Kim 同学呢也是第六天堂的摄影师了。
他为了这个电影呢，早早的就来到这里，相信后天他的第一个镜头摁开以后，这个电影就意味着会走向国际了，至少在韩国让他的朋友看见。开机大吉，影视基地呢蒸蒸日上，放炮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一定是个好日子。我说话得上来就不下了。对，毛总刚刚说对了。我说的上来上来不下雨。对，你看这会儿说的，这会儿已经开始不下了，特别好。上来就不下了，特别好。别看这种现实主义题材，但工程量还是很大的，所以看了那么多人也很高兴。终于好像两个人有勾连，要发生了，什么东西要发生了？走吧，挺好。好，那我们先啊。我刚问你那个不是非要一个答案，我就让你那个过去。心情啊，心情很好啊，都是这样的。一个人你活得越久，年岁越大，你就慢慢会更多的领悟到这个生命啊，还有时间呐、啊，还有这种变化无常，因此你接触到了，感受多了，你反正就是这样嘛，生命就是无常，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你设计的，老天都必须根据你的一切来安排，随你的愿，这不太可能，所以有时候会要习惯于这种无常和变化，这才是够成熟，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。美术化妆在那块了。中国电影的拍戏都会有吧，我不知道其他的组怎么样，反正我所知道的，大家都天南海北，这样的话呢都认识一下，就大家聚在一块吃个饭啊、聚一聚，就等于说算是一个开机宴。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这么一个短时间内，这几个月大家就从不认识到认识，聚在一块儿成为朋友，来共同干个事儿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和一个很好的。